林更新追星成功，分明偷瞄偶像周杰伦，却找借口自称在找卫生间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偶像，而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的偶像基本上都是娱乐圈里光彩熠熠的大明星，本身已经是几亿少女心目中的男神的林更新也有自己的爱豆，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周杰伦。周周记得当时大家都不遗余力地帮林更新 P 照片，每一张都是笑点满满，黑林更新是粉丝们的日常欢乐源泉。其实根本就不用 P 图，因为林更新和周杰伦还握手过呢。原本还以为林更新是去上海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了，不过貌似并没有，而是一起去看秀，而且正好有小伙伴在对面拍下了两人坐在一块矮的画面。林更新假装在很认真的看秀，然后小眼神慢慢的瞄向周杰伦，其实心思全都在自己偶像哪里。林更新的回应简直太欠揍了，非要找借口自称是在找卫生间，还问粉丝是不是性侧。看来想要做林更新的粉丝，还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，做好随时被偶像怼的准备。